我没看错啊，东大校草排行榜的前两名竟然不是学生，而是两个男老师。去年这个物理系的母老师就是第一名，今年又杀出个医学院的艾老师，艾景初，新来的吗？艾啊，把一群00后男学生甩出一条街的颜值，快看看，这么年轻就值一师了。艾景初，嗯。 木木成河，艾景初，他们俩的名字合起来，艾木啊，那个一啊，就，木成河，这俩姓放一起绝了，他们俩现在就感觉懂，嗯，对不起，好了。 完蛋，刚说那些不会被他听到吧？艾老师，颜值那么高，还没有个性，给他投票，不要。大家伙，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？怎么我人品就不行了？第一次见面。 你昨天还害我秦王打出血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撞了老奶奶的，对吧？不是你脸盲吧？昨天误会我，你还让我躺下吧。啊？张嘴。 没碰到呢，这次我记住了，记住我了，恐吓吗？你跟我弄什么啊？还给我做标记啊？想多了，那是分牙环，让你的牙齿留出缝隙，这样的话之后戴牙套更方便。 艾宁夏，你们的王教授突发冠心病住院了，期末考前的课都由我来上。这个王教授难道就是王主任？现在开始点名，王瑞凯、张德全、你怎么又怀疑栽的？这可是艾老师的课呀。申瑞鑫，你看你就没上过老师的课，我的专业课和他的课撞时间了，烦死了。那你太幸运了，他可是能把选修课上成主课的老师，他的口腔修复学上学习挂了一半的人呢。朱志文，不是。 你俩能不能小声点？你看，这同学本来还打上课看杂志的，现在连话都不敢说了。完了完了，艾景初不是豆豆吗？怎么办？宝如，豆豆，豆豆同学，请起立。 上课不能戴帽子，你不知道纪律吗？摘了。还有一个，艾老师，我好像走错教室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好好上课，好好上课。豆豆同学。 他笑什么？你说话好像有点漏风，是刚拔完牙吗？他有盲症又犯了，是吗？我
那肯定是那个帮我拔牙的医生有问题。我的问题，姑娘，你很理直气壮吗？有可能，所以认真听课，以后当一个靠谱的大夫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明知道我不是豆豆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豆豆，回去吧。完了，逃不掉了。想留，那么容易的吗？难道你要在这里上课吗？来吧，我们继续点名。颌面部发生缺损时，口腔器官的特有结构发生变化，故鸣腔遭到破坏。一节课的声音这么长，使原有清晰可辨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，甚至无法理解，会让患者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。你给我的心理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同学，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救过医生。针对口裂比较小的患者，我们一般会采用分段异模法和二次异模法，还有裂缝托盘异模法。这个是针对一些伤口受限的患者。豆豆同学，点完名就要跑吗？我就是想上个厕所。上我的课，不论什么原因，都不能中途出。回去坐好。哎，锦叔，你是我鬼吗？豆豆同学，请记好笔记。下课我检查，我们继续。举膜前的准备，就一个拿纸，先要调整好脊背，啊、选择托盘。上颌托盘的宽度应该比上颌牙槽及两到三毫米。你们可真是我的亲人。应该开黏膜皱壁约两毫米左右。上颌、牙槽及、黏膜皱壁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我一个文三的人，怎么还要受这个罪？放学了啊！我快点，我快点。行行，你去吧，去去。写完了。可以了。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豆豆，为什么还要按在这儿？你明明知道你不是豆豆，为什么还要加点名？你又不是没上过学，像这种帮忙点名的事情不都是常规操作吗？至少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么操作过。你觉得你帮他点名是帮他，但其实是对他不负责。也没你说的那么夸张吧。学医如果专业不硬的话，影响的是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。好吧，这件事情是我欠缺考虑了。把笔记回去给他，让他自学。下节课我要提问的笔记我可以转交给他，但是这话你自己说。为什么？明知故问是吧？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你应该做的吗？你该吃药了。吃什么药啊？你骂我。拔完牙之后三小时，甲硝唑一片，饭后再一片利君上，这两种药都是一天三次，饭后服用。最近少说话，吃的尽量清淡一些。我，你看他的皮肤怎么那么高？看他的嘴，嘟嘟嘟的，瘦瘦。嗯，我是什么来的？怎么长的呀？那画脸的人，大花痴，太帅了，他好高，差不多得了。哎，你别打扰我。
不用过来，不用过来，不用过来，不用过来。你好，请问一下。请问？请你别问。看了什么看？僧侣。我不是。这里有亚历山大教之处吗？好像有，我们图书馆 app， 你可以去搜一下。我查过了，是有，可是没有具体的书架号。哦，那我帮你找找吧。不应该啊，这不是我拍的，这是我同事拍你。不是，那他不是我这个手机徕卡相机拍出来拍到坏，所以把你拍。不是，哎，反正不是我拍的。拍就拍了，说那么多话，牙齿会更疼的。你不打算帮我找书了吗？这本书找到了，现在放在 A03， 你去找一下。谢谢。我的网红零食到的全是好吃的，麻辣牛肉。哇塞！如果要不是我这两天牙疼，我现在马上开包。不可以。什么？这个都不行，太辣了。你们俩认识啊？这个也不行，太难嚼了。那我还有什么吃的？这个可以。任老师，你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了？因为你牙龈发炎了，如果再不注意饮食习惯的话，这周末就不用来摘牙套了，直接做牙龈切除吧。我不疼，我不疼。按时吃药，饮食要注意清淡。如果实在太疼了，可以拿冰敷一下。嗯，我给你买可乐，冰敷一下。哎，等会儿，怪麻烦，算了，我忍忍就好。看来这本你还没有打卡过。什么拉不打卡？他笑了。我啥？我要裹。啊，穿这个衫。果然把事情拍上好。Love and peace。车没办法开了，啊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只能走上去了。但是还好，这离酒店应该也不远了，应该走几步就到了。哦，走吧。要不要先把扣子系上？哦。走吧，你不是有这个小兔子的帽子吗？怎么不戴呢？啊，嗯，这个戴上吧，都冻着枪，挺可爱的。哦，走吧。牛宝成。任老师，我会做新闻吗？